今己市德平里想要举办高龄、微笑、菜粿、亲子的幸福象征活动，超过百位的长辈和亲子来共同参加菜粿活动。主要是要让民众了解到德平有真多值得休困、欣赏的好所在。 为了互社区居民更加了解家己街道的所在，配合市政府的“格林友善城市”，该市道明里十三号上午举办“格林微笑采集”亲祝向征性活动。一透早就吸引超过百位的格林长者和亲子前来参加，包括该市西区区长、议员李忠立、蔡英芳、镇青户会主席陈义进等贵宾，拢亲自到场。华明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吴树根表示。 举办采街活动，希望会使学生去居民了解历内各项历史建筑，民俗文化、增进居民的凝聚力。今仔活动就是讲，互遮老人家、少年的啊了解对面里内底有啥物物件，啊会当互伊逐个来行行咧，啊逐个笑笑咧吼，啊再知影讲咱较早的历史吼，啊即条街啥物街吼，拢改改改，足侪摆啊吼，拢毋知吼，啊,啊所以即个活动就是要互咱居民真正。 卡达实际吼，互人去了解。透过我们社区景点、民俗文化来强化社区居民的凝聚力啊！希望借由这样的文化传承和创新的发啊，建设社区内高龄无碍安全环境啊！ 让我们社区每个居民都会过着幸福、健康、快乐的生活。合并了的道明里总共八个景点，有家己第一景用的江庙，以及旧宿舍、花明小巷等八大景点。李市长吴秋景希望借由采购活动，让你们了解合并了的道明里。 其实也有真侪伫咧，互人休困、欣赏的好所在。对面哩，虽然无概括，但是要八个站吼，会充电，会当去让因休闲吼，啊，会当让因伫普通时啊，就会当去行来行咧。为着健康，会当伫咧步道的中间，啊，当来休闲吼。啊，已经建设了袂歹啊吼。啊，希望讲这老人家啊，长青吼，啊，当身体健康，啊，因的。 行好好好好。华明社区规划一连串的活动，邀请你来点拨，甲亲子共同参加，欣赏该时代的美丽风景，也增进里们的凝聚力。侧边又个外泼的参加活动，也好便将度过一个充满知识的礼拜假期。新闻台员王小旋盖持采访报道。